你还好意思问？我在厨房做菜时被烫伤，你在干嘛？在给别人打牌？一个六。小哥，我帮我去烫伤哥，我手烫伤了。一个三。好的，等一下，我把这把牌打完。我心病发烧时你在干嘛？你在给别人打麻将。小哥，给我倒一杯水，拿个对方用。打麻将，打完这把牌马上就来。放开。我看着你转身离去，爱过的人我一辈子拥有。我真不是人，老婆子啊，再也没有人管我了、啊、我想怎么玩就怎么玩，动我开心的死。哎呦我的妈！